3:33的时刻录制了一个梦。现场的好多人是会西班牙语的，我想介绍那个临牌的事情，但是呢又没带教科书，也没有任何资料，我在这，我急着回家，然后来不及了，因为在现场了嘛，像开大会似的，然后我临时想人家借那个课本也来不及，什么也来不及。我真的还在努力，要借点东西，书面的东西出来，然后才从人家讲，请一个翻译，翻了以后在大会上告诉人家的，投票把那个，介绍那个临牌当中，这样搞的历史资料告诉人家，然后再进行，下一步的，没有历史资料都很难搞清楚事情的真相，那是。如果事情都没搞清楚，你要叫人家决策不是，怕有失误嘛，这怎么那个事情？投票快开始了，我还没准备到那资料，但目标想好了，应该向谁借？我想周围的人正在看呢，梦里边是这样。哦，西班牙裔的人呢、突然看明白了啊。纽约那些法官，那些左派的巴西啊，本来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就是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的啊。现在被民主党一搞以后，同那个墨西哥没啥区别啊。没啥区别的是吧？爸，现在要出来反抗了啊！反抗啊！他们现在，你下令就行了啊！这是投票的时候，大家都投川普啊，投川普，不能说他们最后又回到，像墨西哥同样的战况啊，好不容易已经离开了墨西哥，最后，那些大量的移民跑过来，等于就回到墨西哥了。所以这次西班牙裔的人呢，已经下令就行，一定要投票那个，投票给川普哦，已经形成共识啊、哦，形成共识了啊、哦，是这么一个状况，形成这么一个状况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